都过来吃个三层就行，每个人吃三层就行，不用吃太多。3, 2, 1，有40能量就够了。现在29, 32, 34, 39, 40, 够了。这个毛待会要跑远啊，不然可能会把我们炸死。多。准备毛。地下圈堆多。一开头骑士跑。毛出去。哎，让绿圈。地上有水。转火大怪。转。晕。我先给晕啊。等一下，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整个免疫了。不够。我拉回来，给解除。够了。转火，好。我操！就是说，骑手45不够，要50，好吧？骑手50。最起码你能出到60就出到60。该走了。脚下准备出了。吸圈，你看我后面吸一下，换吸嘛，一块，毛，渴望，这时候准备出水，这时候脚下准备出水，等一会儿还没出，着了，我电圈，啊，该出了，来。你别把脸朝着我这边，你要朝着，你拉的时候要朝着另一面。站不住。这可以来回扭的，你直接朝你朝着我这边，我直接半边都不能转。小怪，拉回来，转火。还是吸，就它是固定吸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哪个能量多它吸哪个，那个能量最多。那就是只让它吸这个算了。朝回去。可以，稳。过来踩，就让他一直吸这个伤。打快。痛苦回忆，准备出水。打快，别让他出下个小怪了，准备出下个毛加电圈。毛吸，走。电圈准备要吃啊，我有全技能，去吃。吸圈。这个圈有办法不踩的时候吃它吗？我被冻上了。换坦 W 换。着了。一可以换一下。我刚在吃圈，一圈在水里的，我在吃的。别让他吃大怪。两个三，打进去。扣一下大怪。把大怪杀了。杀了吧，把那个杀了吧。A 了就是了。阿开头到毛出去，给晕了，转，等大怪快转，你还能拉一次吧？哎，还能拉一次，可以拉，转，哎，打掉，活下来，看一下，个人减伤看一下，活下来，吃糖，注意地板，还有一个，又出一只大怪，水消了，啊，大怪，来，转火，为什么又出一个？慢了，应该是。踩球，这个还要注意自己身上的东西，你妈批！你玩命令你。3, 2, 1。啊，有一个踢出去了。是。下板了。我来了。哇，这波是。我试一下，我直接开那个无敌，能不能帮他挡一下那个毛啊？哎，那个德吃了9层吗？哇！一开，你那边需要几层嘲讽？一开，2层是吧？不用我来。我操！哦，你回来了是吧？那你嘲讽去。拽，转火拽。美得喽。5层，6层。等一下，我去拉个怪去。啊，我消。OK。哦，好，你可以帮嘲讽，你嘲回去，消了就嘲回去。我嘲了。快点把大怪打掉。充能，充，二次宝珠。
奥数宝珠结束之后，准备那个渴望。吸一下去人，帮他吸，他一个人吸不出来。渴望面对面对面。跑啊跑啊！然后准备脚下出水，不要近战，注意一点。然后你三层，我嘲讽。嘲一下，嘲一下。好了，消了之后你嘲回去，我准备那什么。左边来几个人站呀？消了嘲。毛。大怪我拉过来，我给晕，转火转火，打快。你最近借第二个拉。一起。转啊。有拉吗？有。好，快转快转。嘲一下六层，扛不住了。好了。还好没炸没炸，还好。准备宝不动回忆，背对背对背对。毛加宝珠。Okay, 然后准备脚下出水。宝珠。毛一开头。毛。注意脚下球。没事，他无敌了，没事。准备吃宝珠，宝珠。我操你妈！远处有两个，丢个远处链接。多一点，还有一个在哪？柱子后面，我们家墙了。抬起来，血抬一下，技能交一下。我朝了，我朝了，我是柳絮。先打男人，先打男人，多打呀男人。怪打怪，打大怪，打大怪，打大怪，转我。你拉还是别再晕了，别再晕了。我拉，再晕就免疫了。这个，哎呦呦，带回来。我接着我拉。哎，我怎么死的？但不急。女人先死了，怎么先吸的？下次先打男人，把男人打死啊！扛着，开全技能，扛着 ，CD 了，哎，你让武圣扛啊！为什么要你们去扛呢？他妈都潮了，又被你们潮回去，武圣又不会被打死。哎，重新刷一个，哎，重新刷一个，必然会刷一个，转阶段必然会刷一个，刷一个，把他打死就对了，打死就对了。哎，躲开奥数宝珠。这个、哎呦，你盟友一起躲开奥数宝珠，我操了你的妈！我操，不是我这是集合，我这旁边是真没有人，我操！我不，你重点是你点了集合，你旁边会有一个人会有远离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哎，是的，他点两个技能，不是他会点两个，好吧，一个人身上是两个人。那个速炮不是说中分散和吃的直接放生吗？没有，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，不会中这样。快点，你切个记得不行，我这受不了。基本给你回复了是吧？换来了，等等，小西施啊，49%就把它给裁了。哎，你妈！哎，有人丢了，逼不讲道理，有人丢了群控啊！不是，有人把他给晕了。垫起来，垫起来，没爆，亮的那个亮的，不用管，亮的，花坛，没掉血，再出去一下，铁圈，树皮，那给树皮保护，给树皮保护，你在哪个位置？在哪儿啊？到，杀你们，好远啊！给到。牺牲，给我准备换弹。第二关还治不治财啊？你在水里不踩。不踩吗？吃了我直接拉。别踩水了，进来。好，马出。准备转火出来了。我还给塞了。好了。还被晕了。狂暴了。为什么了？小骑士不说话，打掉了，不会狂吗 ？Nice， 打 boss， 我的。换弹。红叉铁。不用填，打 boss。啊，要填，红叉要填，再吸。啊 ，OK， 不用填了，出来，不用填了，打 boss 就行了，满员，好吧。树皮给我，哎呦，哎，毛。袭击宅中血，战斧留着。下水，别下水。小西球，
要吸球，要吸球，要吸球。趁现在吸，趁现在吸，好时机，现在是。宝子有个大的，自保自保开，这个大的。这个可以起，烟等那个转弯阶段再起。现在，哎呦，你现在起不是松吗？吸收宝珠加分散，我放生了，我放生了，我有石头。进来进来，欺负我们三个一起的。你妈了！哎，别进来别进来，我三个活了，我可以活，我可以活，我也可以活，我可以活，我可以活。从你妈的月亮跑到对面这个宝珠，跑过来就。还弹个活的，弹个活的。我活着了，我活着了。赢了。人赢了，赢了，真的真赢了！赖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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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起起，三百赞，战斧哥，我战斧哥治疗，起。战斧哥得啊，战斧哥得群残。战斧夜翼，别碰星星的，星星的群残。治疗，这边怎么样？人够了，可以赖进 P 三了。别到处乱 A 啊，打 boss。起呀，萨满。那个附身。谁呀？起来吃个糖啊。打还是不打？这个 boss 是在给这中间力量封这充能啊！转转转转转骷髅，转骷髅。后面那三个可以残。群拉了，晕一下，晕一下，砸个地狱。打骷髅，啥都别打。打不掉。我就一个 DPS。那个法师出，还有一个一队的 DK， 快远离 boss。还能打，还能打。起起起，三文起。我还可以丈夫哥治疗，相遇吵一下，吵一下，我去丈夫治疗。我操，在里面一下就给他吸没了吗？瞬间要充能。他换位置了，换位置。换了，换了。位置了，换位置。躲躲躲躲躲，不大招。我操，满能量就躲这个。哎，这 P 二不是白给吗？他那三个怪还是要铲，那三个一堆的不能碰他。来了来了！既然哪个怪都打不掉的，那我们干脆就只打 boss 算球。对啊，我看他们也不打怪的。哎，他一百能，他能量到能量满了以后，到底是什么效果呀？就是力量是炸药，姐姐。他是越吸他伤害越高嘛，然后摧毁之后我们一样可以，应该可以把它填回来吧，和之前一样。我说力量结界它到底是什么效果？比如说我加十能量 ，boss 加10%伤害还是怎么着？有 buff 吗？对对对，加伤害，它的 buff 是变动的伤害。对，小怪是翻倍的伤害，它如果它满了会怎么样啊？不知道。那我们这把进了 P 二，什么都不管，猛操 boss， 小怪就让他爆，让他爆，不管了，能缠缠一下，也不打他，也不管，就小的群缠一直缠在那儿，像机器人一样，像大工匠。对，也可以吸能量，可以减能量，像瓜说的。开吧，我说我们 P 一只要不出 bug 就过了。好的。